对哦，刚刚同学问到的问题其实还蛮好的，就是说呢，我们如果要把那个最后查到的结果把它存档啊，比如说我已经查到承德路上面有这么多案件，那如果要把它存一个档，就承德路好了，这个地方该怎么做？OK，那所以第一个哈，我们其实要写出去的话，一定需要有个 S，这个 S 的话，当然是变数名称啦，全部把它串在一起就对了。那串的话呢，要怎么样把刚刚 print 出去的东西把它串成一个 S 物件？那首先我会在 for 回圈上面先加一个变数啊，比如说叫 S 等于空的，没有东西哦。那我在底下的话就是什么 S 等于 S 自己本身在串接什么？串接那些东西，那些东西实际上就是这些啦，就是print 出去的东西，有没有？那我想把 print 出去的东西加在这里。有没有？我 print 出去啦，当然有两种写法哈。上面那个写法是用串接，用加号；那下面这个写法是用 format。我比较，我觉得好像用 format 比较精简，有没有？OK，所以我就后来把它改成用 format 好了。好，那已经把它串，等于是说，我跑每跑一次，我就把资料串在 S 里面去。但是你可能要注意一点哦，因为 print 后面会带一个什么 enter，可是呢，你如果串接的话，后面并没有 enter。所以怎么办？对对，加一下什么，在后面记得再串一个什么，串一个这个反斜线 n，这样才会 OK 哦，不然的话哦，最后你全部串在一起没有换行，那就有问题了。好，那全部串完之后的话其实如果为了保险起见其实你可以怎么样，先不要 print 好了然后我们就是全部串完之后呢。我们在最底下的部分，就是 for 回圈外面，再把它 print， 确定一下 print 这个 S 里面到底是不是我们要的结果？如果是，再把它存档起来所以我们其实第一步啦，就是加一个 S， 然后把这个东西全部串在一起。那串的东西实际上就是 print 里面的东西然后最后把它 print 出来看看结果 O 不 OK？那一样，我们这边的话，就是再找的话，我们一样找承德路，比如执行，承德路，那 enter 一下，看看结果会不会跟刚刚一样，结果有没有？如果跟刚刚一样的话，那表示说我就可以存档了，OK， 对，所以没有问题。第一步我们先把那个刚刚 print 的部分改成先串成一个 S， 再做输出 ，OK 那第二步的话呢，就是怎么样把它存档。那存档的话呢，其实也蛮简单的。记得了档案的部分一定是 F 物件等于什么呢 ？Open。那我后面就加一个档名，这个档名要叫什么？反正就是什么汽车窃盗然后最好是后面就还有加上它的关键字。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可以什么？叫做就是，借到查询结果好了，反正就简单的结果我们先不管那个，然后后面加一个点 CSV 就好了，点 CSV， 副档名一定要给他就对了，然后逗点，再来就是加什么，加一个 W 模式，然后后面的话就是什么 F 点 write， 有没有？然后 write 什么呢？把 S write 出去，最后记得 F 把它 close 掉，这样就 OK 了。所以刚刚第一步是串接在一起，第二步的话呢，就是把它写出去，写出去之后呢，给它一个档名，然后呢，用 W 模式，再把刚刚的这些东西写到这个档案里面去，最后记得把档案关掉三行，这样应该 OK 吧所以执行一下。那就知道有没有错所以这边一样会出现查询关键字，那一样我找承德路好了，enter， 好，一样输出结果。那这个地方多一个动作，因为写出去嘛，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根目里面找一下。那我的根目我是把它放在我的这个Python 2021里面，
那看一下哈，按照这个日期排序，这边就会多一个汽车窃盗查询结果。打开的话，应该理论上会用什么？用那个就是 Excel 开，哎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得到的结果哦，这边就有了，有没有？一样哈，这个看到了，只是差别是在 Excel 里面看到而已。我们把这个地方栏宽自动调整一下，就 OK 了。所以表头还是要自己。哎，对。 啊，那没加，没加自己加一下 ，OK 哈，所以上面如果没有栏位名称的话啦，好，有没有？再把栏位加一下。对，自己再加一下。我看，哎，刚刚是没串到，刚刚应该少串了一个地方哦，上面这里啦，这个东西，哎，所以哈，可以这样子，上面呢如果要改的话哈，可以直接怎么样，把这个东西哈，直接就是放在这边就好了。嗯，有没有？它初始值本来是空的。 哎，对对对对，第一栏哈，那这个print就可以拿掉了。哎，这样的话应该执行哦。输入关键字，是，不对。哦，那承德路啦，如果这样跑的，应该上面就会有栏位名称的。OK， 好，来画面再还给各位试试看哈。好，所以哈，那个查询关键字之后哦，最后很重要一点就是说，需要把那个结果给存档。 那存档的话呢，你可以分两阶段来记了啊。第一个就是要先把所有要输出的资料先串成 S， 啊，当然也包含它的栏位名称啊。那当然，如果你不需要栏位名称，这个就不需要。第二阶段的话呢，就是在利用 F 5键的 write 模式，把结果用它的 write 的方法把它写出去，这样就 OK 了，这样就存档了。 所以其实，在 Python 里面要存成 CSV 哈，是相当简单的事情哦。所以其实我还蛮喜欢用那个 CSV 的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你基本上当然就是直接用 Excel 开啦，所以其实到需不需要一定要把它存成 Excel 档案哦？这个当然就除非有必要了，不然就用 CSV 就 OK 了哈。试试看哈。